较紧张，然后也觉得好像柯市长很戒备、很紧张哈。柯市长，你要不要也表现出你平常常有的笑容？或者说，你对于总统能够来主动关心台北市政，有没有表达你的感恩？关于总统，我通常放轻松的时候就乱讲话。那我的幕僚都靠近，都在乱来。其实林鹤明以前是我台北市政府的外人，所以现在什么会面什么，他更加有朋友，他跟我先协商的，他讲什么都套好招的，所以我是很乖的，按照剧本。那你要不要表达一下对总统来关心事的？那这个。其实那个一些事情还是要，啊，我们台北市政府其实这样，那个很多事情还是要中央政府帮忙解决的，卡太久了还是要解决的。所以对我来讲，就很开心，跟确实也有呢。其实学传道变到虚末，跟学姐一样，可以有七个月的旁边在工作嘛。或者这样，那很多东西还是要赶快修，大鸡蛋卡那么久了，那个还是要解决啊，不然他又再不掉，不然就是要。那要解决嘛？解决只靠那个地基内容没办法解决，因为它真盖得太满了，我没办法。不然这样，那我多少负责几嘛？甚至我还要拨